大家好，我叫谭欢欢，我来自中国广东，我现在在凯布莱恩学习的是幼教专业，这是一个很适合学习的学校，校园环境很安静，并且老师是很愿意帮助学生的。我们有很多实习的机会，每个学期我们会到幼儿园实习。这个学期我有一个星期是在幼儿园度过了，跟小孩子一起玩，并且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下个学期我会有6周的实习时间哦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经历。如果你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，这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志愿者活动可跟你选择。并且同时我们可以交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。现在是冬天了，外面下雪了，虽然很冷，可是我们可以在雪上奔跑，可以在雪上玩游戏，可以躺在雪上看着天空，是不是听起来很惬意呢？来吧，接入我们凯布莱恩大学校。